Hello， 大家好，这是你们的伦哥，理论的王者，时间的垃圾。上一周出了一周的差啊，然后去了上海，去了厦门，然后呢，今天给大家更新一下在这个路程中拍摄的一些东西。今天来带大家看看，可能是全中国最牛逼的体能训练中心啊，上海的 UFC 中国。也是应朋友的邀请啊，去参观了一下。今天就来带大家看看这个 UFC 中国。刀腿，然后呢，然后我这个是这个，基本的问询，生理状况啊，心理状况啊，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事情。然后呢，后边就是这个营养的这个有全中国体育系统里边唯一一台的这个双 X 光。哦，测的这个测体脂那个吧，170万，这个最准，是金标准，黄金标准就是这个 Dex。对，然后呢，这秤也是这个 Duo X 最省的这个。然后他们的这个除了这个体成分，还有一个 Seika 的这种，就是便携的那种，就是电阻的生物电阻。哦，然后但是 Dex 啊，跟你看是 Dex 加生物电阻，然后得出来一个它大概的这个区间范围。完了呢，通过体成分呢，就会两个人就会坐在这儿，然后跟他讲，你这个体成分成分根据时间这个变化啊等等的这些情况，然后在 Vegas 的那个店叫做 Fuel。这个地方在中国就叫加油，就是这个挺硬核翻的。对对，就硬核。然后但是有时候也对，那就是嘛，喝点补剂。他最牛逼就是运动员教育这块，你知道吗？就是运动员教育做得特别好。嗯，就这些碳水化合物，然后呢中英文的这些营养膳食指标啊，然后 RP， 然后算复合呗，就对。然后呢还有所有的这个这叫 performance nutrition， 然后这所有的这个都他们都会放在资料，然后呢，所以你到底是伤了还是病了，有一些这个，所以运动员教育这块做的，我觉得应该全世界最好。然后你的这个补给水数，他们以前这里还有很多旺旺那个小馒头，碳水化合物里边的最好的旺旺小馒头，就快又甜，然后又快，旺仔小馒头，对吧？这些这个架子啊，地胶啊什么，它这边先介绍一个这个它的这个不同地面材料，这边有这个特别软的这种练这种这个脚踝稳定性的这个 Edge Board 的那什么，对，它一堆 Board， 这是ISO 的那个东西，对 ISO 的，然后呢 Hamstring 都有，高级。你看这个就是术后，会软一点，这儿对对对，然后这个。这应该全中国唯一一台的 Woodway 的这个 Ultra G， 这边是履带。你知道原来那种 Ultra G 就是那个普通那种跑台，它这是 Woodway 专门减重跑台，对 ，M 七十吧，八十的体重，那就是康复时候用的呗。对，然后呢，他们所有的这个选的有氧设备都是可以移动。嗯，你看这 Wallbag 跟那个什么 C Two， Assault 的这种包括无动力跑台，基本上都是可以搬走的，就它的这个布置，可以改变。这个是我专门给他定制的这个 Polish Box， 这是干嘛的？这叫波兰超等长训练箱，我也不知道干嘛，老外让我定，我就给他定了。我到现在没弄明白怎么用，你说可以问我。就挑身用的？不会吧？不是，它就是一个是 U 型的，一个是 V 型的，一个是弧形的，那边又是那种，我也到现在没弄明白怎么用。软式的这个，然后治疗床，这个各种等长的这个，有专门把头塞进去，然后颈部的那个，颈部，然后腘绳肌，这个挺好使的。这个、我看那个 VOL 的亚太的那个，我有那人微信，他老发这个。然后这里边有 Normal Tech 给他们，当时是 Normal Tech 还不是叫 Hyper Flex 的时候，给他们赞助的这个区域，就全是气压，当时这个时候可是20多万。现在便宜了，现在几千块钱，因为现在国内就出的都一样了，我感觉。对，然后那是普通的这个各种的这个枕头吧，看到这种冲击波、超声、电疗。还有这个，套头的，
这个叫 Iron Neck， 他头弄铁脖子在练，对铁脖子，这个 F1 老用 ，F1 用这个 Iron Neck， 挂着这个，挂在这上边，然后那脖子，对对，脖子干这样，更这个就是这个，MTI 的这个啊板，它有六块。我操，这个猛啊！配在这儿，然后所有的这个那个 ISO 的那个，但是平常没装是吧？在这儿。哦。就在这儿放。然后呢，它有一个各种的这个每个运动员所有的这个，比方说你是就是 ISO 的那个。我知道了，到哪个格？所以说你就明白。腿长。对。他就是把这个 ISI jump at， 就是把你标出来。哦、明白，这是叉腰的吗？这应该叉腰的，不可能这么低吧 ？Hops， 哦，是 hop， 这还不是那个 hop， 是脚踝跳，应该是连续的。不过说实话，他们这运动也不用跳，没用不了太多。对。然后，你知道这个精细到什么程度吗？嗯，王方宇。它这个所有的配件不是摆的明颜色这些 rubber band 不能用于这个推，不能用这个推、哦、因为他说呢这个因为用了这个的每个推的这个不一样，所以他在里边专门存了一套专门是扣在这个上面做的这个推的这个这不一样，就是哦，就是会有一点点力的区别、啊、对对对，这用不着这么精细吧，对，那我们就是没办法，搞的就是个细节。这吹臂可以，但是你的那个比这个更新的一代，那这代并没有你那个好使。其实我那方便，我感觉特好，一掰它自己就下来了。嗯，下班了，走了，拜拜。就是这个，就是那个第一声叫 Frankly Hyper Reverse。哎，对 ，Frankly 还是 Frank， 我忘了，这是 Sonics 自己发明的这个。这上面其实是一个Body Max 的简版、哦、Body Max 不是有那个绑对对对绑定的那个吸盘那个吗、嗯、它把它做小了，然后这是助力的是吧，对，然后就可以给你往上走、嗯、完了呢它这个有一个哎，那边有新的就是哈拉出来就变成一个水平的拉力器、哦、就是相当于飞鸟一样、嗯、对对，然后呢扣到底下就变成这种这个坑口的了，嗯，然后呢其实 Kaiser 的那个就是仿 Kaiser 那个，对啊，来的。哇，镁粉架子，对，这挺举重的。然后这个对对的这个发射，这挺过瘾的。注意记忆，然后呢，这个什么，它这个其实是一个 Sonic 的一个那个简化版的这个 logo， 然后这个就是最贵的这个活，可能就是传说中的黄金标准啊，结果每一台都不一样，是吗？对，他是买了一套，就是能集体充电那个，对吧？对，然后结果每一台出来数据都不一样，这么玩意儿，主要是一个那个，它能抽吧？对对对，它可以。模拟高原，对，但它是长压，不是低压。啊、嗯，在华为运动科学院的这个低压、低压就可以模拟任何一种海拔、湿度、温度。那太厉害了。嗯。震动球。我是跳远的吗？今天的，今天跳远，然后单脚那个连续三次跳。嗯，然后，这个地方呢是用来砸药球的，但是呢，这上面挺粘的地方是专门做那个反应灯。这个是那个双杠臂屈伸，是。臂屈伸用的很少。嗯，这套这个 Rogers 是美国橄榄球运动员专用的这个力量训练设备，贼好使。这就是太贵，中间没人推这个吗？太沉了，主要是对，就看那个座椅跟普通的不一样，都是这种可调这个，嗯，分动之后还可调那个什么，这其实就是坐着踢呗，踢腿。对，它就是个倒蹬，其实就是，只不过它就放平了。对，它的这个坐的轨迹就异常的合理，异常合理。对，对我来说就真的异常合理，因为挂片能做的很轨迹很好很少。
谁推的？还行，20公斤你也能推？这劲儿，我看见。雪橇。嗯。这整个这个，我比较倾向于这种，它有个这个东西，相当于你能，就是 TRS 那种玩意儿，您拽。啥意思？就换到这个头就行。哦，就不用掉个了。对，你不用掉个了，那个你得掉个，然后掉那个你也不用掉个，但是你如果是那个拉的话呢，你相当于这个东西在这儿，嗯，然后一拉拽到这边就行了。哦，就省点事儿。对，这就是模仿 Sony 做，这是 Net Pro 做，这个是 Sony 做。哎，那就来个这个就行，我觉得。对，很便宜。给我来个这个。你看，就这种的，你再掉个。嗯，是。然后呢？只能一个方向。45，白色15。你知道是对是想减重了，对对对，所以就是教育的特别。那你看每一个这个黄飞鸿，对他的这个会议室吧，算是黄飞鸿、花木兰、李小龙、霍元甲，这是那霍元甲。精英训练中，正常的流程是这个，看没有任何规则，就是干。这个就是它根据这几个重量级出的不同的体能指标，比如说我这种支撑方式是这个重量级，它一般比如说摔跤多啊、嗯，这个摔跤多的时候，我的这个硬拉或者我的这高分要到多少？对，要大力量。对。我感觉那种。轻重量、轻量级和羽量级得打点敏捷，打点速度。对对对，所以他们有一种方法，就是这个训练不一样，就跟篮球那个不同位置的球员身份什么训练都不一样。对，嘎子哥，这个 Evendoor 重点给你介绍一下，它就是 IMG 的母公司。4个人还能聊会天，站那边聊会天冻死了，哆嗦。那个是个水下跑步机，1500万。啊，这我看过。这是那个游泳的那个800万。这边是那个这个厉害，水下跑台。这是冷热水浴吧？对，冷热水。多少度啊？这有讲究的。有的。对，我记得好像3度到7度之间。没那么凉吗？我忘了。我印象中是有一个。有时候在那个洗澡澡堂那种地儿。6。啊，就是嘛。嗯。就是3度到7度。嗯，热的是42度。热的其实不是特别热。嗯，